直接 battle 吧，我赢定了。然后左转，油门踩死都可以，咱这个动力没问题。318国道，此生必驾的一条公路。啊，这边真美啊，是真漂亮。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，看候鸟飞回来，唱一句歌词，就要付版权费。今天赛车，这边还有赛车啊？据说是有个赛车可以体验一下。好的，我们先是赛车服。就我要和你一起，就是同一个房间换吗？多害羞啊！换个赛车服有什么害羞的？如果说爱你，我肯定是最嚣张的。今晚为你包的餐厅是最高档的。我喊他放点煤球波明，模仿肖邦的。走到现在靠的实力，不是包装的。我在这个环节主要是让你们更了解这个车。我们也想体验一下专业赛车手的车的感觉。走吧，来吧。这事儿都不一样哎，真的哇！哇塞，出发了！哇哦！这原来越野可以这么快哇！水坑一般叫什么？叫紧走沙子，慢走水。进去的那一下要慢。好，到这儿。OK， 这才是赛车。哎，高老师太厉害了，来，感谢，太棒了，不客气，加油加油。那咱先是试练一圈再开始 battle， 还是说直接 battle 吧？什么事情就先干就完了。OK， 说不定我就超过你了。OK， 师傅上车。我赢定了。对，那路况的话就比较有点弯，有点坑，那些有点多，开慢一点，安全最重要。确实，我太难了。系好安全带。咱们为了赢，我们就先。别急，你等人喊开始。他怎么就走了呢？跑喽！老师，等一下。不管，走。等一下。不管，没有用，谁都管不了我。往右边，然后左转。下水滩吗？对，下。Let's go。慢点，等，我们还有水。走。都能踩死都可以。路况有点烂，等慢一点。好，这儿适合超车吗？这个适合。咱这个动力没问题。让我，完了，我去了。啊！感觉咱们这个车动力咋样？刚刚可以，开这种路完全不在话下。我们上汽大众星途岳，不管你想狂野加速，还是在极端条件下脱困，动力与驾驶方面都是稳稳当当的。难怪开起来好轻松啊！有星途岳保驾护航，放心越野。不过，你就要等他，等等他，我的对手都看不见我的尾灯了。我已经想到了一会儿，脑海里怎么嘲笑我，我尽力吧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接受自己的平庸，输了就输了。他在等我啊！他在最后终点这儿等我。啊！我被侮辱了！爽！我中间好几次是可以超你的，真的是我教练已经被我吓坏了。没事，不服气可以再来一把，没关系。我腿软了。咱们这边有一位非常专业的赛车手，他觉得你很有潜力。我吗？对，不是，确定不是胡宇轩。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可以啊。对，越野不是去征服自然，而是去靠近自然。对，是的。
抖音。